哎，刚哥，今儿天儿不错啊。是啊，这大太阳。对了，刚哥，你那套碰瓷儿的专业知识是谁教你的？提起我的老恩师，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做弟子的直呼老师大名很不礼貌，我只能用一首诗来描述他老人家。哦，拉屎不用纸，吃饭用手抓，喝着恒河水，配着玛莎拉。好嘛，刚哥，我说你碰瓷儿这么溜呢，师出名门呢。哎，小智，慢点儿，等会儿我。B 哥，利索点行吗 ？B 哥，哎，好家伙，你俩脚底下这是装了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式无敌小风火轮了是吗？上哪儿去呀？我这为了撵你们，大胯都快甩掉了。姐姐睡迷糊了，咱不去华莱士吗？要我华莱士我可不去，最近正减肥呢。妈呀，就华莱士，你10块钱撒汉堡吃多了吧？成天嚷嚷着减肥，不吃饭拿珍珠奶茶顶。既要能瘦下来，我认你当干妈。你懂个屁屁，我喝的那是仙女奶茶。那照你这么说，我吃个玉皇大帝盖浇饭就统领三界了呗。哎，小智，咱别打岔，这话我就跟你说，华莱士这个地儿闹妖精。姐姐，赶鬼实录我都玩过了，还能怕这个？我不是从前那个少年了，这对我没有杀伤力。小豆麻袋，二位壮士，等一下，咱去苦夜市怎么样？那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男女比例1:9，旁边还有个大沙滩，上那儿溜一圈，能给好几个姐姐涂后背呢。帮人防晒，手有余香，怎么样？妖精跟比基尼姐姐，你选一个，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傻子都会挑。嗨，姐姐，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事儿了吗？感谢你给我指条明路。那咱奔哪儿去？找妖精。哎呦，刚哥，偶尔换换口也行哈，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一会儿咱真要碰见俩长松，我来白的，你来青的，嘛玩意儿啊？现在的小青年。